保持很纯真的心这样子。所以新老师一般就是很美，对，就是要女人味，像仙女一样。除了就是快要表演了，然后动作一直做错，很紧张之外，我已经从大象变小象，我现在又熟多了。龙凡，我告诉你哦，你上个礼拜听到那个舞里面啊，有一个动作跳得好美，很有女人味，听得好高兴。我当初来迷火就是为了李欣老师，好不好？当初是我妈在学，然后她就带我来迷火看表演，然后那时候李欣老师跳舞卡门，然后就哇，怎么会这么美啊？就是学舞才几个月，算一算不到半年呢，我就觉得我是不是自己找茬？然后我同事就说我花钱找罪受，说我这么大只还可以这么美这样。来了迷火就觉得好像自己找到就是人生的第二个重心，就除了工作之外，然后每个礼拜就是觉得来这边跳舞真的很开心。Thank you.